这一套的话应该可以买一套房了吧？肯定绝对是能买一套那种别墅。哇塞，美女姐姐，好久没看到你们了。你过来啦，我之前去那边找你们，你们不在。对，我们搬过来一段时间了，我那天看到你在那边过，我想跟你打招呼来着。然后但是你在忙，我就想着等你忙完先。我每天都从这里进进出出进进出出，居然没有发现他们家。你们还记得吗，姐姐们？他们家的话，我之前有去他们家买了一个叶子，超级无敌美，我笑出来了。哎，那有图，晚一点分享给你看一下。没问题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太好看了！看到他们家货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全都是这种种水的，然后带色的。看看有什么合适的，继续给你放漏。哦，你要给我放漏啊？对，这件看有没有。天哪，我的妈呀，这个裤子呀，姐妹们，这是不是新货？我之前没有见过。是的，这个也是近期的货来的这一件事。天了，你们看这个扣子水不水，种水好不好，又大又厚，而且又饱满，它这个品质的话肯定是非常好的那种，但是价格也是不温柔了，毕竟它的扣子又大又肥，而且种水又好，起冰很简单，但是起得这么好的胶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难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，这个大佛是一个裸肩，然后的话是没有18K 金香气的，它上面的话编了一根20块钱的绳子这么好看的佛光，然后肚里的话是藏金的，它这个佛光的话其实已经是到了那种晴水绿底的那种感觉，颜色的话特别漂亮，然后上面的话还带了一丝洋绿色，佛光的话脸雕的特别的慈祥，然后肚子的话也是特别的饱满，哇塞，慈悲为怀啊，这个佛光的话脸开的特别的好，很好看，然后背面的话你可以看一下，也是有那种带色的啊，种水也是非常好，它很大很厚，群英下架，这个53的，53吗？啊，对，借我戴一下啊，可以，能做到这么大的裸肩，其实已经是很少见的了。这个的话，美的就像假的一样，跟玉髓一样，但是的话，它的品质是真的非常在线的啊，这是翡翠哦。来，这一个你也看一下，这个也是，这次的新货好多啊。对，是的，这次的新货很多。对，而且我们最近也想起来了很多的一些货，还有这些也是。哇，这个也太漂亮了吧！这个扣子跟那个完全不一样，你看它是有对比的啊，姐姐。有的姐姐的话她肯定会喜欢带色，但是有的姐姐的话她肯定会是喜欢这种纯白冰的，各有千秋，各有所爱，两个感觉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那么价格也是肯定完全不一样的，像这个话是带色的啊，哇，我的天哪，就这样的简简单单的，哇，太好看了，就是美的让你走不动路的那一种，他们家的货的话我真的很喜欢，因为无论是从料子的形状、种水，然后价格的话，它也是给的还是比较实在的。然后的话，肯定是需要稍微的谈一下价格。这些都是我们近期想起来的，你看它的种色都是比较好的。这种的话带了洋绿色，然后这个也是带洋绿色，这个也是带洋绿色，它不是那种满色的啊，就是给你有点那种想要满但是又满不上去的那种感觉，然后种的话特别的冰。还有这边的，你看这种种又好，厚度也是蛮好的，饱满的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件。完了，弟弟，我走不动路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套的话，应该可以买一套房了吧？肯定，绝对是能买一套那种别墅了。这是葫芦，大冰葫芦，它是稍微带点蓝底的。然后这一件的话是佛光，它的话是挑的是那种果阳绿色，颜色很阳很阳。然后这个是如意，这个是一个豆豆。然后这一件的话是一个佛光，它这个已经是起玻璃种了。这种都不会有，都是六位数的。老板是富二代啊，其实像这些的话都是达到那种收藏品质的，一步到位的，然后品质的话也是非常在线的，它这些的话都是裸肩，为什么要做裸肩呢，那是因为就是想给一些就是雀友宝宝们发挥自己的一些空间，因为不一定他们相的款式你们都会很喜欢，太水了太冰了，老板我要拥有一个这个扣子就好了，这个打下去价钱我听一下，这个90的，我得回去搬砖了啊，哎呀，哪里回去搬下砖，然后像这些扣子的话，它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，它飘花的话跟色系的话也是完全不同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姐姐们，其实货比货的话没有对比是没有伤害的，像这些扣子它也不是说不好看，但是它跟我身上这件一比的话就是完全不在一条线上的，这些的话都是稍微价格的话也会稍微亲民一点，你看这个是个大貔貅啊，这些的话可以放漏啊，可以，然后这个高货的话肯定就漏不了，我估计还要谈，因为高货的话就是没有想象之中那么简单，还是需要时间跟他慢慢磨的啊，这几个打包吧，全部打包好，然后还有像这边还有一些天空蓝的料子给你们看一下，姐姐们，这个是如意桂冠，然后豆豆，然后这是一个观音，姐妹们呀，看了这么多有没有心动的呀
里面不心动我都心动啦。种水比较好的，然后有色泽的，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其实像这些的货的话，都是需要一些预算，然后呢需要谈价格的。秋宝宝们，如果你们喜欢哪一件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告诉个瑞子。老板家的货的话，都是自己的料子，自己加工出来的，所以说性价比会很高哦。